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你们要做什么？留下命来。两回合，请多指教。蛮强的，血蛮厚的。大概就是先把他们的血，三只血都耗到低一点，然后之后再打死一只。这应该会比较容易达成啊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得罪了。好，另外一只。怎么打呢？看一下，打这只的话，打中间这只好了。怎么样？哇，召唤了！啊，算了，必须阻止！还有时间。接法，剑鸣长空，六会。我刚才想吐槽，可是为什么北斗头发不见了？得罪了，贵人手太是我把向人关低变这样的吗？傻眼，为什么没有影响呢？将这些大胆狂徒都拿下！不好，越来越多的侍卫围过来了，往后方走。不对啊，不是说去休息吗？还是我走错地方了？现在是不能动，是这样。需守计胜兽所代表的方位，依照正确方向按前动作走势，并跟系统中的难易设定度。可是为什么莫名其妙就……好了，我是不懂为什么了。图解，为什么变得很那个啊？啊，最近怪怪的、欸，好奇怪哦，
好了，我先看一下到底为什么会这样。哦，当时包什么破土，现在应该好了。云兄，你看，这上面绘制着星宿图。四象，二十八宿。莫非，云兄可是想到了什么？东方青龙，西方白虎，南方朱雀，北方玄武。这与廊上的浮光琐事或有关联。嗯，好，听不太懂。那我们先把物品装一装。开始是这里。小飞星，这里有奇怪的图案。云兄，你看，这是否有特殊含义？这纹路乃四神图，四神对应四方，然其中关联还需尝试。好了，啊，这竹简上面其实有讲那个攻略法，不过。大师长，我去破解了，我就直接看攻略怎么走。然后好像再来是这个，然后晚上上面那个，我这边有宝箱要拿。哦，但是蓝色这个，然后再来是这个。然后这边不能走错，你走错的话就没有一个那个招式可以拿的样子。然后谁的招式我就不确定了。然后再往下吧，这个，我先看一下有没有宝箱，有一个宝箱。可是为什么突然逃离？也不是去休息吗？那为什么我们要逃？不太懂哎，不太懂这个逻辑。再来是一样是往下那个绿色的，宝物啊，然后绿色的碗，再是它的左边，左边是这个吗？可是我要靠近。又回到了初始之处，云兄，莫非这里也是个阵法？四神灵阵，看来需看破其中玄机，方能破阵。哦，这会不会又是陷阱？明知虎穴，也必须一探。云兄说的是，如今我们已无退路，只能一闯了。哎，何哥。这是因为走过的关系，所以才会这样子吗？看起来是。可是我刚才走错吗？刚才这个吗？然后这个，然后就没了。啊，这个啦。哦，走反，好，我重来一次。好，好，我们刚才这边，然后走错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往这里。中间这个，我有敌人。何人竟敢擅闯深宫禁地？傻笑。还好他们不抢啊！失礼了。
什么？还没死？那是吧。啊，忘记补血。为什么战斗没有音效了？奇怪啊，按错，不是有音效吗？音效嘞？还是太小声了。中间这个，这边好像有个宝物，看一下。哦呦，这是什么？偷东西啊！好，我们继续。最近一直破土哎、欸，是我的显卡有问题是不是？但这个陶瓷明显不是本来的颜色、欸，最近电脑是怪怪的。嗯，然后嘞，哇，也忘记不知道怎么走了。哎，是走回来了。好像又宕机的。这他那个是要把所有的那个，看一下哦，所有的那个都触发到。也就是说，我刚刚从这边上来，然后这边的解了，右边的解了，右边是要往左边这个。哪一个啊？这个吗？这个。哦，好。要破土哦，有宝箱。网络玉，加持银丹，好，应该是这个。然后，再是这一个。左边。加持银丹，你看那个破图破成这样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好，然后绿色的这个吗？看一下前面有什么，前面。
这么个东西，先捡这个。哎哎哎！吓我一跳，会宕机的。地将每回有机会逃跑，请玩家尽快击退。然后就是通常拿一个宝箱，里面有个怪物，那个地将，地将怪物。好，我们把它解决吧。得罪了。嗯，很久没有玩这款游戏了，发现这款游戏怎么突然变得蛮奇怪的。没东西啊。好，刚才是从这边到这边，所以我们要往这边走。没错的话啦。对，没错，是这里。好，最后一个了。将这些大胆狂徒都拿下。来吧，请多指教。复活屁友，必须阻止！好，一次 game 死。万般皆法，剑鸣长空，柳慧。好。天道无常，我心我道。啊，是结束了没？还没吗？看一下我们的神士，哎，真的有问题啊！怎么会这样？糟糕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好，先这样。为什么会破土呢？
为什么不能存档呢？玩弄一般模式，简单模式。鸡啊，绝龙煞，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啊，总算没有再追来。啊，哇，这间房好气派啊！龙纹陈设，难道这里是帝君的？啊，那里有人。一起帝。啊。小民无意冒犯帝君圣言，请帝君恕罪。云兄，云兄，哎，帝君呢？怎么会？我们入宫之后，一直未见一齐帝。难道一齐帝已死亡？这么说来，齐穰大典所见到的一齐帝，恐怕是假的。喂，神医，你说。云兄，你身体不舒服吗？是那人在我身上下的毒发了吗？不，是一齐帝，是因为看见他。将他们全部拿下！好，嗯，失礼了。又破图了。为何始终破图？请多指教。这个战斗没有太难，还是我游戏难度调低的关系，感觉变很轻松。站站站！吼吼！哎呀！喂，
请多指教。这边如果刚好，这边如果刚好召唤那个饕餮的话，基本上可以直接秒掉对方弹镜哈，快要秒掉了。好，那我们然后因为大师包什么，这次玩的时候几乎都会破图破的怪怪的，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地图还是怎么样，之前没有完全没有这些事情发生呢，很奇怪。好，我们来解决他哥。得罪了，啊、按错。还有时间。招式还蛮帅的。行。请多指教。耶！你呢？天道无常，我行我道。不要宕机啊！不要宕机。宝箱，宝箱，灵魄盘龙，那这集影片到这边结束啊！喜欢我们的话，欢迎到频道，主页换图片按订阅，欢迎到粉丝按赞中，最后是右下角的订阅按钮，记得把它打开，铃铛记得把它打开，那我更新影片之后，你就随时收到第一手的消息哦！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